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春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买的台拍。之前都蛮爱买淘宝的，但最近就是觉得台拍好像速度更快，因为淘宝我可能都要等很久。就这次买的都是质感很好，就蛮意外，想说就分享给大家。我总共有买了MiraQ、Outside 还有那个 Janko， 总共是这个三个牌子。MiraQ 前阵子就是五折，我们今天就先从 MiraQ 来介绍好了。我现在身上这一件洋装呢，也是 MiraQ 的，我觉得很美。然后我跟本源也是一人一件，因为我们都很担心说，就是会不会太空灵，我们两个驾驭不起来。但其实我觉得还好哎，就是比想象中的平易近人。现在就是可能流行这种简约的，很是禅意吗？就是这种的花纹。有趣的是，这一件洋装其实现在我穿这一面是背面，这边算是我觉得超开神秘的。这个要我穿正面的话，我实在是比较没有勇气，就会选择比较开后背的那种美背内衣。那我今天穿的也是无钢圈的，对，然后就是直接这样搭配，我就觉得很 OK。洋装的材质我觉得很好摸，哎，滑滑的，一穿起来是亲肤，很凉快。裙子的版型是宽松的直筒，所以因为像我的臀部比较有肉啊，它也可以就是修饰到，因为就是它整个形状不会很明显。如果你很担心你的身材的曲线啊，就是太明显毕露的话，这件洋装都可以帮你藏得很好。裙摆也有一个小小的开叉，有点小点缀、小设计感。然后这个洋装介绍完，我就来介绍另外我也很这次也很大爱的一个西装裤，勾扣的设计。整件裤子是很极简风格的，没有什么打折。就是我这次不是有买绢裤嘛，我也有买一件他的西装裤，因为我想要找一个有一点喇叭的西装裤。我在绢裤买的那一件，我真的吓到了，它那件材质超薄的，我自己觉得有点薄到像纸，五六百我是觉得有点太离谱了，我会比较没有办法接受。它就是整个就是很真材实料，因为它的材质是厚的，就是夏天穿不热，可是你感觉出来它的布料是够挺的。我比较适合穿这种挺的布料，那种也许那种材质轻薄的，类似亚麻布那种感觉，有些人喜欢，因为觉得很凉爽。可是我的话，我比较不喜欢，因为我的身材，我觉得是需要去有一些挺的布料去修饰。那好，回到这件裤子，这边有口袋，整个裤管，来，这样你看得出来吗？就是它其实有一点小喇叭，你的下摆这里有一个开叉，这个开叉我觉得超时髦的。会有种脚延伸的感觉，里面不管搭平底凉鞋啊，或者是穆勒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可能是我孩子号跟就是算是非常的合身，所以我的臀部的肉，如果被内裤压出来的话，就会很明显。你希望不要那么明显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买大一号。我另外跟这个裤子的时候，我有买两个背心，这也是新品，就是很薄，这个我就没有直接穿上身，它就是薄透的棉料。也是大 U 美背，对，吊牌还没拆，觉得这个很实穿，就是有一种中性风，我就买了黑白两色。再来就是这件格纹的外套，很怕亚麻布很皱，这件不会，它其实我穿起来感觉，我觉得像春天或秋装，因为它有做内里，有一些是这一块没有，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结构的一片一片的布这样，我是会觉得感觉比较粗糙一点。那格纹呢，不会说很太复杂或是太英伦，就是其实它还有一种清新的感觉。它的长度我穿起来是就是可以刚好遮住我的臀部蛮肉的部分。夏天的话我蛮喜欢穿背心的，就是因为实在是太热了。然后另外在五折的时候我有看到这两个有点缎面材质的背心，这两件它是有点光泽感的，看起来好像比较利落跟高雅一点。我很喜欢这种蓝色，我觉得穿起来皮肤会很显白。这件我买的是 M 号，有点咖橘色的是 S 号，就 S 号比较适合我的上半身的身材，这件 M 号就会有点松大的。但是因为我觉得它颜色真的太美了，好像有点空灵，所以我还是留下来就没有退。我有退一件衬衫，因为那件衬衫其实它整体是很好的材质，版型也不错，原因退掉原因只是因为它那个绿色中山领
这种就是没有那种衬衫领子，是圆的。那我觉得穿起来我太像军人了，所以不得不退。这件是算是芥黄色的衬衫，穿起来很随性。哎呦，最近你打喷嚏。前方有个大口袋，然后这边它没有做扣子，但是它整个领子很开领的，所以你会露出你的锁骨，看起来比较纤细。然后它是落肩的，所以我觉得穿起来会蛮显瘦，就是宽松宽松的版型，长度也蛮长的。如果你不扎的话，是大概到大腿。但是缺点就是这件的布料很容易皱，其实我刚才烫好，但我只是摆在旁边一下子，它就是皱掉了。这件是 Junko 的短衬衫，它我觉得当外套也可以，还蛮流行这种西装领然后短袖的外套。这个颜色就是有种探险队探险家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买 Junko 都有一点失望，其实好像退了两三次，但是它以往我买我是真的是觉得不错。最近可能比较不会买它的裤子类，就是很奇怪。回到这一件，这件有一个缺点，我不知道是每一件都这样，还是我这件是瑕疵。穿起来的时候，这个领子这边会一直飘飘起来，好像别人会以为我领子是不是没弄好。整个布料算是很清凉、很舒服的。再来就到猫咪晒月亮的连身裤，就是很清凉的布料，我觉得穿起来真的很舒服。整个都是宽宽大大的，中间有附一个绑带，你把它绑起来之后，就会觉得像一个洋装。它是背心式的，所以你会露手臂。穿起来就是很有垂坠感，你要说休闲或是气质，其实我觉得兼具。这件连宇哥都觉得很好看，就是男生也懂的宽裤洋装。因为它这个布料算很薄哦，我穿这件千万不能穿深色的内裤，会很明显。另外还有买这件我觉得很特别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材质，但是它整个压纹是很挺的。然后我真的发现我这次不知道怎么买好多米杏色的东西，一点点厚度，所以如果太热的话会穿起来有点不舒服。最后一件猫晒的，它这件是很薄透的材质，上面带一点金金的丝线，所以我觉得就是阳光照下来会有点光泽，也蛮好看。上面有一点皱皱的压纹，就是让整件看起来不会太无聊，就是多了一点小设计感。有时候会搭黑色的 bra top 或是白色，我觉得都蛮好看，就是只要有点透视感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希望你会喜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